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上帝，我点评让你永远看不腻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要准备出发去跨年，但是跨年呢，皇帝我一个人实在是太过于孤单啊。那再加上说，抖音最近回响真的很大，大家都想看看小太子。那今天就带小太子出发去跨年。小太子，来，小太子，他骑着他的战车来了。哎呦，很帅哦！我们要出发去跨年了，好不好？跟观众说嗨，给你发，耶！那我们准备出发去跨年。那明年的有没有什么新愿望、新希望啊？好，你不理我。那各位，因为我有开特效，我的小太子啊，他的脸上就好像有点淡妆。对，他只是因为我皇帝有开特效，但我们两个都很帅啊，对不对？说对，说对，对，嘿嘿。那亲一个，我们出发去跨年，亲一个。哎呦，哎，你好会看镜头哦。那我们出发，好不好？出发，我出发。好，我们出发去跨年啊！在跨年之前呢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去一间玉山高中跨年。那我们是把整个高中包下来，大家去跨年，好不好？开心吗？好，我们准备出发。那先带大家去蚵仔鸡啊，带大家去很多地方走走逛逛。那今天晚上还要去台南的别墅，好不好？各位期待一下 ，Go Go！各位，本来要带他去娃娃机啊，结果还车上就睡死了，对，然后还暴汗，对，辛苦了小宝，小太子，那就看来是没办法去玩，完蛋，爆炸，情绪失控 ，Good morning everybody， 起来吃早餐。哎呀，怎么穿得这么可爱？哎呀。这个是什么表情啊？这是什么尴尬的表情啊？慢走，你慢走，你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叮叮叮！欢迎杰，欢迎各位。然后我现在准备搭火车，我们要搭去台中。你不要挡住镜头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你戴这个帽子好好笑啊！哎，我们先搭火车，人很多，而且很难拍摄。对，只是跟各位交代一下。好，各位要哎，一哥很屌哎，怎么把整个高中包下来？我们现在真的是，你看这边全部都是那种名车什么的。哎，今天现场超过两百人，两百人，你刚刚看到吗？然后还有主持人吗？全部都自己家人的，有背景就是不一样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有背影，我只有背影，没有背景。这里啊，对对，停那个位置，停那个位置。天明现在在刷墙，对，很多人，我们先撤一下，我们先撤一下。认识你之后，你拿走人家好多第一次。嗯，很开心呢。你看旁边那里。嗨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就是来到玉山高中啊，整个包场，把整个高中包下来，实力就是如此的剽悍凶悍，好不好？跟大家说嗨，嗨。那现在刚睡醒，比较害羞啦。然后今天来，是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哈，到这个现场，真的蛮累的，倒着走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呢受邀啊来到这里，把整个高中包下来，可以环景一下。我要准备一些比较重要。对，来那基本上呢，我们就是把整个玉山高中包下来，然后这里很吵，所以皇帝有用麦克风。哎，等一下我叫一下我的小孩子。
让各位看一下一号的小孩多可爱。那你来跨年怎么样？他想去玩那个气垫床。对，毕业耶。哎，我们往那边过去好了。我那各位可以看到，这边就是东明车啦。怎么了？小时候不努力，晚上开宾利。走上车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上车。认真。对，各位，我们要坐宾利去屁啦。我觉得这里很狂啊，可以把整个高中包下来办那种跨年晚会。我们去前面舞台看一下。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小型的晚会。那因为这边实在是真的太吵，可以拍一下里面。眼镜比较贵，眼镜给我，眼镜给我。里面都是那种台中的 Aniki 啊，台中的大哥大，不方便直接拍。那跟各位讲一下，等一下跨年的时候再拍给各位看。现在这里太吵了，太嗨了。黄宇杰跳，小太子跳，跳。阿伯在干嘛？反正这里都真的是非常大啦，还有这个给小朋友玩的软垫，然后那边是晚会嘛，它整个高中都包起来了，真的超级豪华的。哎，韩吉嘞？不是韩吉，小太子，小太子，他现在玩得很开心。大家来跨年，他那么开心，我就开心。哎，不要走出去，不要走出去，靠边。这里也很多小朋友。哇，他玩得超开心的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完全跟这里格格不入。我跟这里完全格格不入。这个是八加九啦。看着他这样成长，觉得很欣慰啊！因为其他原本连那个都爬不上去，你各位看他表演，以前他都需要人家帮忙嘛。妹妹，你不要挡住，我不想看你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挡住我了。小太子加油，小太子加油，你可以的，小太子，小太子加油，妹妹，没有人要看你。小太子加油！加油加油，小太子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妹妹你不要闹！小太子加油，小太子加油！妹妹没有人看你。哦，成功了成功了！哦，翻倒了翻倒了，没事没事，好棒啊！来到我们前面准备集合了，我们即将迎向我们的2024，来45秒，17，董事长一起来，董事长麦克风来，10 10 9 8 7 6 5 4 3 2 1。各位，那我们已经跨年完了，说耶，说帅。对，那因为韩吉刚刚跨年，他就还年纪太小，那烟火真的太大声了。那刚刚我们这边释放了200万的烟火，5分钟的烟火，跟别的地方跨年有的比，不愧是公司啊，财力雄厚。那我们在这个玉山高级中学，我们真的是把整间高中包下来，很屌。那我们等一下准备出发去台南的别墅，继续爽下去啊。好，各位，开心吗？都开心。
说开心不是假象。你说爸爸说好帅好甜，哎呀是耶。 OK Let's go。 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前往台南的别墅继续刷拖，让我们新的2024年变得超级有意义，超级屌。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再去喝个酒，然后吃个东西，然后把今年一整年从开心的开始这样，然后给各位看一下小太子。没错，不愧是太子啊，两岁就做阿尔法。对，做阿尔法，两岁做阿尔法的太子啊，可以看一下。哇，他玩累了啊，而且刚刚在那边放烟火真的是被吓到，他真的超可爱，然后睡觉嘴巴开开跟我一样。那跟大家分享他的生活，我不是要大家去攻击他，我说真的，你们攻击要攻击我就攻击，针对我就好了。新的一年我希望他可以一样健健康康平平安安。哎，很感动啦，就是我总算可以在荧光幕前放我自己的小孩，虽然说我可能已经离婚了，但我不会因为我离婚了然后就不去爱这个小孩子。这个小太子他是一个责任，不会因为我跟我前妻的一些因素我们离婚之后然后我就不去爱他。如果说我把他生下来就弃他于不顾，皇帝我这种人你们不爱我也罢，我是真的很爱他。所以那个时候被大爆料说什么我什么抛家弃子，然后被人家讲得难听，被一些网红陷害，根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啊。各位，我在新的一年我一定要成长，变得更棒，变得更成功，好不好？皇帝在新的一年我一定要再买一间房子，这是我的目标。 OK， 那我们准备上厕所，然后就准备继续上路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台南的别墅啊。对，就是非常的豪华跟高级，可以看到里面他们已经在喝酒在打牌了。那我们接着呢就是好好的放松喝酒，然后让我们新的2024年可以顺利的开始啊。对，那各位，这个就是我们2024年啊全新的开始，也是韩籍全新的一年的开始。说实在话，2023年很累，而且很多鸟事，那希望现在2024年我们能够开开心心，好不好？我也希望我所有的粉丝们我是可以顺遂的。再见。对，他现在很开心。皇帝我也不会讲什么祝福的话，希望大家今年会变得越来越好。那皇帝我今天的期许真的就是可以再买一栋房子啦，虽然说是个很遥远的目标，但我会努力。小太子过来，来这里把比最坐着。那讲真的，就是我会开始拍我的小孩，不是想要蹭流量，想要怎么样，就是真的是想要记录他的生活。大家都知道，日常频道真的算是比较 free， 比较没有这么震惊的企划什么，就是算是在记录生活，让大家了解皇帝有这个人。那接下来会让大家了解小太子这个人，你说对不对？说对。他现在重心都放在这个玩乐上面啊，因为年纪还是小嘛，你看他小脚脚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那如果各位喜欢，记得订阅我台上的点点。好，跟大家说拜拜。小车先给我，大家说拜拜。拜个，啊棒啊！毕业，毕业，毕业，毕业。那亲亲我一下。好，大家拜拜。